于今日7时37分许，一名纪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由介寿路沿桃园方向行驶，至介寿路二段770巷口与一名李男所骑乘机车发生碰撞，因操作不当导致车辆翻覆，现场李男脸颊及手脚擦挫伤，纪男无受伤，送医救护已无碍，经对两人实施酒测，酒测值为零，后续事故肇事责任调查厘清中。警方呼吁用路人行驶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，避免类似交通事故发生。